之前不是把你的录像带弄坏了，给你修好了，我都替你看过一遍了，没问题。哦，还有，你的那个录音机啊，太旧了，给你买了个最新款的，看看，拿着。 我现在就怕从你手上借东西，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在你哥相机里，结果不要。算我借你的，看完之后还给你。那行吧，我晚点要出趟远门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 哥手里那么多人，用不着我吗？你不是不喜欢我跟他们掺和在一块吗？没找他们。再说了，你最近不也没什么事儿吗？咱俩去散散心。你哥给你出的主意吧？不是。你撒谎我能看着。那也不耽误啊。 是吧？我不去。那你不担心我的安全啊？好远呢。可能有些事儿你一直误会呢。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。这说什么呢？咱俩那天不都说了吗？对，咱们俩那天都说了，就是哄哄你。因为日子特殊。 你第二天就会忘了，该哄的我哄了，作为普通朋友，哄你没问题。以后每年特殊日子，只要你需要，我都可以哄你。该忘就忘了，啊，本质上我们就是普通朋友，好吧？ 清楚了吗？那你别干了。啊？你别当警察了。你不就是因为这事儿警服不敢和我在一起吗？那你脱了。跟这事儿没关系。而且我凭什么不干了？我这身衣裳不能脱。 我身上还有一身呢，山河的，更不能脱。行，那你就先穿着，把那个人给我抓住，抓住你就能脱了吧？脱了你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也可以好好的、光明正大的爱我。 你撒谎了！你撒谎的时候我也能看出来。你要是想收回刚刚你说的那些话，3个小时之后，高速路口见。多一分钟我都不等你。你要是不来的话，咱俩这辈子都别见了。